人，啊，我也可以照顾好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可以看一个照片，这个，你猜这个是谁？这不会是你吧？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，以前是一个胖子，后来就突然有一天觉得我应该减肥了。高中三年，大学四年，到现在我有毕业快三年了，我只要有空的话，我都会健身、游泳、爬山之类的运动，将近十年了，都会坚持运动。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有恒心、有毅力的人。我觉得我对你的喜欢也可以一直保持下去。其实来这个节目之前，我有幻想过很多次，我的心动女生会是什么样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但是当你出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不用想了，你就是我理想型。我希望能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你愿意吗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你愿意吗？我想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，想跟你玩一个小游戏。好。正话反说，石头剪刀布。哦，布刀剪头石。布刀剪头石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就是我觉得你要比划出来。